没错，害怕吗？这就是朱颜修炼千万年的发香，但这还不是他的真身。他的真身，你想要看看吗？你逃不掉了。别看我是个小孩子，我很厉害的。你笑什么笑？我不是笑你是个小孩子，我笑的是我根本就没有打算逃啊。哎，小卓哥，裴姐姐，哼，你逃不掉了，我厉害的小卓大人到了。我本就是要教你们引到死处。